妈妈好像在仰天长啸。没有，妈妈太累了。哦，那肯定生完小孩肯定累。那小子现在，哦，你看他是生小孩的时候，他必须要到岸，就是比较靠近岸上的地方。废话，能在海里生吗？然后就是说，那就大出血了。沾水。沾水伤口会感染呢。哦。哎，也没有人接生，他这么快就生了。啊。除了人，哪有接生的？哇，妈妈在和小的在亲亲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我关了。